主料，蛋清两个，辅料椰丝一加一除以二杯，糖粉四勺，玉米淀粉两大勺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一小时。烤盘铺好油纸，材料晾好，分离蛋黄和蛋清，油蛋清，把蛋清打至出泡时加入1/3糖粉，共分三次加入糖粉，蛋白打至硬性发泡，烤箱预热155度，倒入混合好的玉米粉和椰丝，搅拌均匀，揉成小球，搅拌均匀，揉成小球，摆放在烤盘上，留有间隙，放入烤箱155度中层上下火20分钟左右，注意观察小球表面的颜色变化。出炉，我的中途调了160度，只开上火3分钟，颜色有点变得太快，就又调回来了。烹饪技巧，味道清香，没有加黄油，配着咖啡奶茶之类，午后的小点心就是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